们是三十四日一连两天在林口体育馆举办演唱会，当天他们带来多首热门歌曲，超热现场气氛。怎料第一天演唱会结束后，就有粉丝在论坛上透露，有不少人在摇滚区被挤到晕厥抬出场，引起关注。据了解，十三日有 ENHYPEN 的粉丝在迪卡上透露，自己从座位区看到有好几个人疑似因为缺氧，从摇滚区被抬出来拉出来。此外，还有人表示自己的朋友因为比较小只，在摇滚区里面直接被挤到双脚悬空。而对于粉丝昏厥的消息，主办单位也给出回应，表示粉丝见到偶像难免情绪激动，的确有几名粉丝因为呼吸不顺而被暂时带出场，现场都设有医疗小组待命，粉丝在做完医疗处置后也都有重新入场观看表演呢。